钟鼓乐响千年，感召刘泽八方。是一座以厚重来呈现历史姿态的古老建筑。它可以说不算宏伟，只是一则以千年来见证虔诚信仰的神秘传说。凤山寺，云雾依稀间，隐约回荡的晨钟，缭绕着仙境的气息，余韵不歇。掩映于深山密林之中，数十的泉声，千月的藤萝，千年不变的松涛，南来北往的大雁驮走了无数个沧桑的季节，而每一个朝阳升起的清晨，它都屹立于此，岿然不动。北24.57度，东经118.23度，一个为人所不熟知的地理坐标。然而，就是这里，每日都有祈福祭拜的香客络绎不绝。一大早就来到这仙山圣地，插上一簇虔诚的香烛，祈告美好的心愿。日月如梭，一千多年的光景记录了一段斑驳的历史，而今天它已被凝铸成一幅信仰的图腾。那个聪慧过人、作画此地的放羊娃，也早已成了清末学者杨俊口中的福建四神之首广泽尊王。他选中的这个坐标，也早已不是福建南安石山一座普通的小山丘。我们踏入这一沾满了岁月征尘的门槛，无数的历史在此中复活。历代以来，有关圣王普济众生、救死扶伤的诸多神话传说不胜枚举，为世人所津津乐道。凤山寺作为世界各地广泽尊王宫阙庙宇的祖庭，处处充满着神奇灵异的色彩。有人说，凤山寺早已成为闽南
男人精神生活的母体。那么这位凤山寺首尊究竟是何许人？他为什么择此地作画供后人千年瞻仰？而凤山寺又究竟承载着闽南人怎样的精神向往，甚至流泽八方？这一系列的疑问，也只有带我们走进凤山，才能找到答案。犹是少年郭中福，十六龄登山作画，大小成神，广泽八方。庶民感其恩而造朝向，帝皇弘其德而赐贬封王。这就是一段由来。然而十六岁前的郭中福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，他出生于距今1088年五代时期，自小聪颖过人，孝顺懂事，父亲早逝，家境贫寒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，为丈夫卖身于大财主，对相依为命的母亲悉心照顾，其孝节感人至深。继其后故事的进展，据戴凤仪的《郭山庙志》记载，一行家见其孝，指长者山而告曰：“葬此大吉。”王然之，讥丧谢，欲求长者而迎之，俊乃归郭山下而奉母以终身言。这一位地理大师正是那个买他的大财主请来的，因偶然的相遇与这个聪慧过人的农家孩子结下了师生之谊。临告别财主家时，又为其出谋划策，一是使郭中福的父亲得以风水宝地以葬身，二是指引他带着母亲去往更宜居的安身之处凤山。如今的凤山脚下，世代流传着十六岁的郭中福上凤山砍柴作画成仙的故事。而就在郭中福作画成仙的地方，乡人加其孝，临其伤，在作画处筑祠奉祀，称为郭山庙。郭山庙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，变成了今天的凤山寺。凤山寺殿巍然屹立，绚丽超凡，建筑布局奇特，四进宅皇宫式殿宇，绣花鸟于窗栏，作书画于墙壁，飞禽走兽，龙飞凤舞，使庙宇显得富丽堂皇，厚重朴实，具有古色古香的闽南传统风格。造型结构上，从群体组合到单体结构，乃至细部装饰加工，皆备极工巧，而诸多神话般的传说更使整座山充满传奇色彩。由于地胜优势，历代许多名士诗人墨客都招来题咏以致景仰。宋代状元曾从龙亲笔手书碑文，明代翰林检讨张潜夫题篇《英译灵光》，清左庶子陈千鹤曾题联：“时时散发着古韵遗风的诗篇墨宝，是雅士贤人对广泽尊王崇敬心情的真实写照。”如今也已被悄悄融入凤山寺，成为凤山文化景观避不开的一部分。
钟声已经在这个院落里回响了千年，它是南安人的魂响，敲开了楚越险山恶水的屏障，破土开荒，荡开了众山蛇兽的神秘面纱，由形化作想象，开辟了移民在此安适立园的乐土。苍茫的历史与明丽的今日相叠，凤山之千年兴衰，笔墨难续尽详。只是雨洗山青，宇宙一新，红砖绿瓦再现风光时，凤山威名更远，圣王香火也更盛。在香烟缭绕之中，眼前的广泽尊王神灵究竟隐藏着一股怎样神秘而伟大的力量？在典籍记载的历史中，一次次改变着善信的命运呢？其实，在闽南民众心中，供奉于南安凤山寺的主神广泽尊王是一尊有着浓厚凡人气息的神灵，他的神旨因人们需求的不同而改变，从皇宫灭火到护国抗倭，从爱民济世到治病救灾，他受到历代皇帝的封爵，宋高宗绍兴年间敕封为威震广泽后，宋明宗庆元年间敕封为威震中英福会广泽后，宋理宗开庆元年敕封为威震中英福会威武英烈保安广泽尊王。不像一千多年前那么难以征服，但凤山寺的钟响却从未停止。纵观历史，远航一直是东南沿海人民绕不开的生活内容。南安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，郑成功远征台湾从这里起航，当然更多的是两宋以来从这里出发的一批又一批开拓事业的闽南人，他们不远万里奔台湾赴南洋，以胆识和信仰闯荡天下。凤山有一种冥冥的感召力，香火绵延间传承的是精忠、拼搏、运智、勤勉、惜福的精神信仰，是这些寻觅至善、至美、至纯、至敬性灵的驱使，涤净了万世闽人的诸多困惑。为着涉及他乡的拼搏，孝子神生玉神抗倭神郭圣王此时又化身白木佛意外境，越远求越显灵，深受华侨的崇拜。他们把神像、令旗、香火带供奉在异域他乡的寓所里，以佑家人平安，生意兴旺。在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，许多华侨集资在当地建起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凤山寺、威震坛、保安宫、广泽尊王庙，四奉广泽尊王郭忠福。凤山的香火
已远播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国，既有庙宇300余座。尤其台湾岛自远古时代起即与大陆文化一脉相承，两岸血脉同宗，信仰同源，故土的神成为台湾乡亲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，安邦护土的庇护神灵和地缘关系的凝聚纽带。山川因神而秀，地理因人而杰。广泽尊王的形象，凤山文化的思想，不断的传承和创新，并留存于狮山这片热土上。凤山文化与孔孟儒家思想、朱熹理学观念、欧阳詹文化精神等主流文化交融乳合，成为影响海内外，尤其是影响海峡两岸的宗教文化，成为泉州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广泽尊王所具有的尽忠、尽孝、仁慈、拼搏等内质，超越时空，广为传播。